聊游乐满三个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和蓝干一起来玩 Blast Off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蓝干 Langan， 还有有什么新 skin 来玩这个 Blast Off？ 就是第一集之后会有番外篇，大家要看的自己暂停啊。对，大概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暂停一下，自己看清楚。OK， 那我们就不要不多说，先来进行一些基本的介绍，像是一开始的选职业，甘地先生。那我就先选这个吧。那这个地图主要就是把别人弄下去，就这样。把别人弄到虚空。好，对，那个各位讲一个小小的刚刚的八七事件，我刚刚没录到，只录到音 QQ。然后这是选地图的，蓝干，你要选什么地图？看你要不选。好啊，那就选这个好。天空树。好 ，Go。Yeah， 来吧。那这个地图是需要材质包的吧？是吧？对，它需要材质包。嗯哼，所以说有点算麻烦吗？不知道算不算麻烦？青蛙叫了，你家附近还有青蛙又在叫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地图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下面不是水，它只是蓝色玻璃。然后又是照旁边的。哎，我那个 The Holy Mackerel。什么？ Shut down。啊！不要钓鱼啦，现在不钓鱼时机，现在是要把你打飞的时机。Snap cracker。是什么？哦。哦。哦，我怎么飞起来了？哦、Fireball。大哥，我是陨石大哥哦。我怎么样用啊？啊，谢谢谢谢你帮我过来。哦，火球哥，火球哥。哎呀，哥哥在你干嘛？我是超强 TNT 大叔，懂吗？懂吗？怎么了？哟 ，Rocket Jump， 火球，I want it。Holy mackerel! Snap cracker! 又是一起死！啊 ！Eat this! Eat my mackerel! 啊！哦，我怎么掉了 ？No! Eat my mackerel! 现在一比零。是我的青鱼，用青鱼甩你一巴掌。Okay. 甩到你。用青鱼帮你洗脸。怎么办？那这次我要选的是这个老爷爷甘布罗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成吉思汗。你要选吗？成吉思汗了，耶，成吉思汗，天梯张比哦，走啦、啊，好啊 ，Go， 选地图，我们来选这个吧。好啊，你选，还是要选，这样选一个没玩过的好。这是我来 ，Go！ 哎、先，这是蒸汽岛。哇，这个地图是一个人做的，好强啊、哦！有，开始了。哦，它的打字的特效超帅。哦，你怎么在一个船上哎、欸？这船吗？不是，这是房。开门，芝麻，开门。Where are you now？ 我要爬上来。我在天空树上，我在天空树上等着你。
scratch off ticket， 就是哦，击退四，真的。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什么意思？我在乱玩。你在哪？我找不到你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嗨。击退五哦，击退五，那不要，不，你不要在这乱放啊。船！哎呀！船！我要船！哎呀！爆炸啦！我被自己的朋友打死了！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哎！哇塞！那我要来选，这个好了，这只 Necromancer。那个神奇师啊，对，你选好了吗？我选那个吃的，那个 OK， 吃的叫什么？来开始喽，爱德华，开始。嗯哼，来，我们来选什么地图呢 ？Mushroom Village 好了，这个好吧，这个香菇村庄 ，Go， 来吧，看一下最后一局到底会是谁输？谁、那个？好帅，他写。Castle Clash， 然后他写那个 Did somebody say Clash？ 有人说是那个战争吗？不是冲突吗？然后他写说 As a Clash roll， 然后他突然停掉，就是写说部落冲，他没有皇室战什么的，然后就应该是被那个就是版权是有被买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当作他是另外一个吧。哦，这好危险啊、哦！这好危险哦！我啊啊啊啊！我怎么了？啊，古力帕，你有病哦！不要在那边乱丢东西好吗？那做了什么？好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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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是不知道是。我做了奇怪的事。Assassin's Creed。哦，我调到画面了，但我调到录影画面。好好，有了。摄影画面好了，大概吧。啊 ，Eat this, boy. Correct. 等一下，我这奇怪的录影画面，我做了什么事？我要做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拉到录影画面了。QQ， 没关系，下一局。好吧，下一局 QQ。这局就不算了。这局赢的人就可以，这局输的人明天就可以多吃一口，多吃一口十八斤辣咖喱。对，那我要选这个，就来这个好刺客，那个阿汤哥，肯定是选阿汤哥，我选阿汤哥，还是要选够啊？现在来聊选项 ，OK， 然后可以讲，就是那个流浪汉，就是那个大家美国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个流浪汉，他是那个头上一个光头，然后又都戴着眼镜。来，刺客对上流浪汉对上十八斤咖喱，到底是谁明天要多吃一口十八斤咖喱呢？选你来选吧。这个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。西瓜是一个口头禅吧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星球，星球 ，OK， Go。究竟是谁明天会多吃一口呢？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咚咚咚，哎呀 ，Blast off！Blast off！ 哇，这地图好帅。这才一层而已。这一下不就死定了吗？我自己走了下去、欸。还是在选别的地图好。超强，世界强，世界强第一掉下去、欸。世界该得一定。世界第一的。那我们来玩 Nemo 好了，我们是 Nemo。那你要选什么呢？我
先崩管好，这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杯面啊，杯叉。Go。然后，所以刚刚是我要多吃一口，那再来是什么呢？没有上前的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。好，因为我自己走了下去。未战先败，得来。对，所以这局一样。一样，就是那个吗？赌上人选。啊，好啊好 ，Go。然后这个图吗？算好玩吗？算，挺特别的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地图不错。不错不错，不过。穴位，不过好像还算蛮大的。哦，还有洞哎、欸。有洞，所以要赶快去中间。你先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。等一下。OK， 来 ，Go。选我刚刚那个。对。哦。哦，又收了包天体，要不要我一个老渔夫？我是老渔夫，我每天去钓鱼，钓到我有眼瞎。都不知道那个我钓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钓竿啊？不是，我怎么会钓大钓竿？我是钓蛋糕。我钓了什么啊？鱼。好、哦，我有沙丁鱼。哦，沙丁鱼。把你的沙丁鱼甩我。Eat this. No, I don't want to eat. 闻饱了，谢谢。哇，老渔夫啊，对不起。老了，你在哪里？我老了，我看不到东西。哦，你放了只炸弹，所以你在。哦，我会钓鱼，我可是。生气！不要说什么，我要拿我的沙丁鱼对抗你。是安德面沙丁鱼啊！哇、哦，什么东西炸掉了 ？No！ 辣炮咖喱 ！Kill kill！ 哎、欸，上面有飞机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耶！咖喱大师，多吃多吃。好啦，那如果想要看我们的惩罚影片。之后我就会发了，对，会先发惩罚吗？应该不会先发惩罚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会先发这还是先发咖喱？好啦，那今天这集的实况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如果想看我们的惩罚，之后会有，或者前面就已经发了，不知道。好啦，那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喜欢我的影片，最终 FB 和 IG， 然后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Bye.